喂，别乱跑，急诊室在那边，在那边。可把你盼来了。喂，是的，他刚到。你的电话，你稍等一会儿。喂，是的，我到现场了。这个我懂，我会处理好的。我想见一见主治大夫。我就是。我是麦坎奇。哦，你应该告诉我们他怎么得这种病的，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困惑。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姓名、国籍？我们猜他是瑞典或者挪威人。猜？那你没盘问他？盘问什么？他人舒服吗？你问斯达克。你再听好了。Vahidir Irvan, vi måste finna honom. Han har samma sjukdom som ni har. Vahidir Irvan, vi måste finna honom. Han har samma sjukdom som ni har.是不是再想想办法？
麦肯齐先生，这病菌你不会一无所知吧？你不是早已做出诊断了吗？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鼠疫，如果这诊断是正确的，那它是不治之症。另外，如果美国政府把这种菌株秘密地储存在这幢国际卫生组织的大楼里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第816号决议，严格禁止对细菌剂量的发展，我们是在研究消灭肺鼠疫。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偏要在国外进行研究。哼，我说大夫，要是没有这帮打着和平旗帜的恐怖分子想来炸毁这儿，本来是没事的。你现在也没事，麦肯齐先生，算你运气，就他一个人传染上了，幸好没有人把这种病菌带到外面去传遍欧洲，所以你才说出这种维护国家体面又有内疚的淡化了。你接着问斯达克。 What he did it then? We can help him. But talk at that. 今儿买卖还没开张，坐二等吧。一路顺风。让一让，劳驾。向我们慕尼黑参谋部报告，我们临时在你那儿办公，把这个人的东西拿来化验一下，然后我要跟当地最高执法官跟国际警察局的分局长取得联系，化验了再联系。好的，没必要引起无谓的恐慌。是的，大夫，有一个在逃。喝点水，来喝点水。哎，丫头要出门了，喝点水，喝呀，喝。哦，贱女的鬼。哎，我要把尸体送去解剖。不，大夫，这次作案是在美国外交使团所在地，等于是美国领土，如何处理这个尸体是我们的权限。那么火化。
station Supont-Neuf, train transcontinental express départ 9h22 à destination de Bâle, Paris, Bruxelles, Amsterdam, Copenhague, Stockholm. Attention au départ. Fermez les portières, s'il vous plaît.点啊，不要紧，只怪你小手上缺一块表。谢谢。你别说，这大杯威士忌加冰块是送到11号的吧？是的，夫人。谢谢。门没关，放在床上好了。是我还是酒？听说你又找到门路了，恭喜你。旅行真叫人开眼界，总是碰到些最了不起的人。意思是你找着我，叫我感谢你。找也并不难找，名医 Chamberlain 前往领取奖金的消息都上报了。也是这位名医看见别人开飞机心里都痒痒的，偏偏坐了这趟车。你比过去胖了 Jonathan， 大概最近油水捞的不少。你也混得不错，你最近出版那本书也似乎有了好评。每次跟你离婚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感啊。原来为这个来找灵感的，我当然愿意满足你了。可惜的是不能跟你第三次离婚，因为还没有第三次结婚，哪怕我同意，我账房也不会答应的。我又没要过赡养费。你用不了药，戒指都归你了。你自己生气把戒指扔给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我最近又写完一本书，真想拜读一下，可惜没空。你会有空的。我说Jenny，你有话要说干脆就说了走吧。我没什么话要说。那来干嘛？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来看一看。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我没有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你也爱过那形象。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锤的，走吧。
谢谢你来了，大夫。你请坐下吧。我知道你不愿意来这儿，坦率地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抱怨也没用，我需要你的帮助。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寻找的那个逃犯可能上了那趟刚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我们在跟列车联系，眼下还没联系上。如果他真在车上，你说应当采取什么医疗措施，下一步怎么做？下一步我们只能这么做，将军。上校，叫车停下，把那个病人立刻送医院隔离。这个嘛，好固然好，不过可能他在车上走动过，跟旅客们接触过，混在一起，吃在一起。那车上有千把人的大夫，医院里能有多少隔离病房？对不起，大夫，机场都监视了，没有。当地医院都来报告了，也没有。看来他只能在那趟车上了。嗯。向量控制呢？在监看上有。如果是正点运行，现在应该到了这儿，快到巴塞尔了。劳驾，抱我起来。卡塔琳娜，别麻烦这位先生。坐下来看一看你的连环画好吗，姑娘？你要的报告来了。联系上了吗？火车没有回话。上校，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叫火车停下，把病人搬下来。大夫，你看，这巴塞尔行车调度室，事到如今，欧洲没一个文明国家肯让我们在他们的领土上卸车了，包括那所谓中立的瑞士。这也难怪他们，这种病他们本来没有的。怎么还没接通？门没关。哦，手臂骨，七个字母 H 打头，什么字 ？Humorous。我可没跟你打哈哈。我也没有。Humorous，H-U-M-E-R-U-S。哦，对了 ，Humorous。书看完了。看了一半。你一定急着想把它看完。这写法有点接近诽谤。名医控告前妻擅自编写他的自传，就等着打官司吧。嗯，正好给书做广告。用不着我来做广告，科学上有那么条原理，臭气熏人。你把我从湖里救出来那一段总没错吧？这倒确有其事。我书里没写，那湖水只有三尺深。啊，你那会儿个小。你真的不喜欢这本书？我尽量不带半点偏见。书里正确描绘了一个有理想跟苦干的年轻医生，
他身无分文，多年来靠他妻子的收入为生。突然他在医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阔了，他就变心了，二话没说就把他妻子赶走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小人了。当然你是没有带半点偏见了。这书你看完了？这本书写的不算坏吧？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写得很好，见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也许忘了。啊，我的世界名医，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你就不要说话了。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我们俩毛病就在这儿，见你老是真真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乔纳森，我只是想……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是把我闹糊涂了。又给我弄。给我点烟。这本倒霉书还没看完，再不去吃不上午饭了。宝贝儿，去看看鸭狗好吗？那破行李车里一定到处灌风。我看过，它挺好，比我强，在吃饭。嗯，等它吃完了我们吃。我说每小时去看他一次太没有必要了，他不过是个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嗯，那就叫列车员去。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件托运的行李。你别这么激动，宝贝儿，我现在饿了，我要吃。过来。饿了要吃，过来。宝贝儿，你可真叫人爱，我怎么会怄你呢？就爱怄我。我爱你，宝贝儿，你。哦，对不起，都累死了，太太。不碍事，幸亏你敲门了。好，你就舒坦舒坦，好好休息一会儿。鸭狗怎么办？别管鸭狗。你病了？我是大夫，是不是有病？来杯威士忌加冰块。好。我是 Hallman Kaplan。 你好，加纳森·强普兰。要点黑橄榄。我看见你手上没戴表，碰巧我戴着一块很好的表要出卖。你看错了，卡普兰先生，我手上有表。希望你不要见怪。希望你别拿我的表。谢谢。枪不伦大夫啊，请你去用餐。好的，餐车见。那逃犯非常可能在那趟车上，
所以让那趟车经过巴塞尔、纽伦堡，直接开往波兰。我知道，波兰是华沙条约国，不过我有办法。再说，就近也只有那儿可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把千把人都隔离起来的问题。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当然，这只是个应急的办法。这条线路多年没通车了，不过波兰政府说可以通车，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到亚诺夫，穿过亚布伦科夫山口，跨过卡松德洛夫铁桥，当地人又叫它卡桑德勒大桥。你要土豆还是米饭？要米饭。天主授予尔所赐之物，我等感谢称颂。你不做祷告？卡塔琳娜，你替我们做了，姑娘。说实话，大夫，我是久闻你的大名，可是，很惭愧，不知你专长什么。我怕说起来你嫌烦。那别说，他就嫌我说话烦。接着说，大夫。我研究出一个能使低能儿童不健全的脑细胞得到恢复的办法。哦，你瞧，宝贝儿，快谢谢大夫，这下你可有治了。列车员，巴塞尔什么时候到？我是报务员。那么报务员，巴塞尔什么时候到？再过半小时。我说过时间够的。啊，好吧。说吧。雨果·德利斯勒夫人，真糟糕。大军火伤？对，他妻子在车上，这事情难办了。国际警察局报告，车上有一名他们在追捕的贩毒犯。还不如跟我追捕到那个报务员呢。去追的直升飞机在哪儿？接空中指挥中心。我的天，强伯伦大夫也在车上？能起作用？很可能，他是神经外科大夫。好，飞机早出发了。叫他们待命。叫他们待命，听候我们命令。现在少校大夫，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旋风297报告，现在转向210。半小时白白浪费了，要命！你真的要等火车进了站再说吗？你少说两句吧。我上厕所了。啊！怎么回事？Iago will be so grateful, Doctor. Do you mind?I wasn't quite finished. 哦，这块也拿去填填他肚子吧。太谢谢你了。Jonathan。啊？
我有话跟你说。我就猜着大夫不会是一个人的。这是我前妻，哦，德丽兹勒夫人。你好。你好。哦，我叫纳瓦罗。你好，夫人。乔纳森，走吧。有话回头说吧，这车一时半刻到不了。是到不了，永远也到不了。哦，你又来灵感了。我妻子最相信灵感了，她凭灵感认为我能做她的好丈夫，虽然跟我离婚两次，她还老是缠着我。车不是开向巴塞尔，另外沿途警察还不许任何人上这列车，懂了吗？枪不林大夫，有你的无线电话是急事。失陪了，再要点酒我就回来。出了什么事儿？别大惊小怪，宝贝儿，这是打情骂俏，俗气。准是这列车了。旋风二九七报告，看见这列火车了。要是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你把我宰了。我饶不了你。嘿，列车员，刚才有个下流家伙想。天哪，我看头等车一点不好。老贾。哎呀，老贾，老贾。枪不伦大夫来了。枪不伦大夫。对，我是麦堪奇上校，是美国陆军情报部派驻国际卫生组织的代表。那么找我什么事，上校？你听好了，大夫，你那儿有一个传染病人。再说一遍，传染病人是肺鼠疫。枪不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这病人大概是在日内瓦得病的。还是让我来说吧。这人有二三十岁，中等身材，瑞典人。他身体浮肿，脸发青，爱冒汗，如果还没死的话。哦，天哪，你见过他？对对对。上校，那个人是在这里车上，他活着，一小时前他还活着。活着？那找着他，快找着他。这不可能，他同伴早死了。去找着他，大夫，找着他，快去找瑞典人。去餐车查一查。哎，这个火我不吸烟。哦，是你呀，到底有什么急事儿啊？也不夸你两句，扭头就走。等等，怎么回事？他怎么净找我？他大概不是找你的。哎，对不起，打扰您了，请原谅。列车员，门钥匙，快，快给我门钥匙。别见怪，请你原谅。刚走了个满头大汗的家伙。谁满头大汗？杰尼弗，干嘛？到行李车去。他只能躲在那儿。列车员，跟我来，你来帮我。
你会瑞典话？你要买个表吗？好，跟我来吧。劳驾，帮我看看行李。你替我问问，这个人去过哪儿，接触过什么人，你只管问，问出什么都行。走吧。会不会是出麻疹啊？问出什么都行。你没事儿。Du kommer att bli bra. Vi måste veta någonting. Mackenzie, 找到了。人还清醒。好，大夫，你听着，车顶上的有架直升飞机，你把那个人搬下车，叫车停下。不，大夫，不许停车。让成千个可能受感染的旅客下车，到处去乱跑吗？我要跟驾驶员说话。连车也不停，叫他开慢车行吗？我们试试。你问出什么了？跟狗一样一声不吭。怎么了？会传染呢？怕也没用，要传染早传染了。哎，快点，大家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大家快点。放下来，用绳子捆住他脚，摁住他。迎面有个隧道，过了那儿就不好办了，前面都是山了。真见鬼，金警报，来抱住我。俩都摔出去，你抱我。好的。抓住。你真行，抓住。列车员，那条狗。当心前面树林，是缆绳。哦，好了，小心。把它抬起来。我再抬呢。前面隧道，你赶快。好，抬起来。上缆绳，上缆绳。啊啊！娟子，
他昏迷了。他昏迷过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病的死亡率，抗血清，你说吧。没有这种抗血清，病菌大概是通过唾沫在空气中扩散的，估计这病的传染率在60%左右。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鼻窦发炎，喉咙疼。说完了？就这些？就这些，大夫。所以我们的困难重重。你们困难重重？如果我没有得病，那我这一个医生就要看成千个传染病病人。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传染病控制住，所以要把你们送往波兰的隔离区，在那儿可以得到。那现在你叫我用什么来控制传染病？阿司匹林。现在我需要医疗用品，大夫、护士、药品。好的，大夫，都会有的。到纽伦堡有人会把列车密封起来，再派给你个医疗队。列车密封以后又怎么办？上下扔进大海，要漏缝照样不保险。大夫，你不要过于紧张，你是有办法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麦看齐。真的，我是说实话。我准备给旅客介绍一下全面情况，说得婉转一些，安定一下人心。你爱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吧，反正你得给我派医疗队供应我医疗用品。枪不论有点沉不住气了，这要坏事。除他没别人了。要说治病救人的话，你真是找对人了。你叫什么？我叫 Max。 Max， 这个人在头等车里跟人接触过，你到餐车那里去，守住门，不许两边的人进出，这样可能防止这病扩散到二等车。好，我去。我有，你用。谢谢。你不是姓哈利吗？怎么手巾上绣了个J字？为了纪念耶稣啊，我当你样样都懂呢。他真可爱。上校，那条狗怎么处理？带回来，带回来。好吧，上校。谢谢。送回来。就是洗上一个星期也一点没有用。照你说该怎么办？停止呼吸，这种病是空气里传染的。哦，天哪，我们都得死吗？100个死60，车上1000个人，要死600。靠什么化到400里去？靠天生免疫，命运，上帝，谁知道？
没人知道。怕吗？简直是怕极了。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日内瓦铁路局广播，由于特殊情况，不得不把这次行车时刻做某些更动。我们接到法国铁路局通知说，有个恐怖组织，别谈了，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将不在巴塞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审慎措施。目前没有直接危险，再说一遍，对这次列车没有直接危险，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这事你爹妈知道了会生气的。想得到吗？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军火商的妻子居然会死于暴徒的炸弹。嗯，我的丈夫非气坏了，认为这是存心殴他。别生气了，宝贝儿，我的宝贝儿登山运动员，我在别人面前跟你开玩笑，你生气了。你别多心，你没做亏心事，死了也能瞑目。我的天哪，在欧洲总这样，我非得上高不可。这是临时误点了，上高先生们，女士们，请原谅，这是临时误点了，误点了。大家别闹，没事儿，没事儿。要吃面包吗？不，谢谢，不要。请大家镇静，镇静。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谁也不能动，先生们，请原谅，不能动，不能。哎，你懂英语吗？当然懂。那好，我得在巴黎下车，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办。我也没办法，刚才广播了。想想办法嘛。这个不行，先生。你们不能靠着人家不让下车。先生，我看你还是先回车厢去。见鬼去！先生们。晚到巴黎总比早进天堂来得好。我看呐，神父这话说得对，既然火车不到巴黎，我这儿倒有块法国表。好的，好的。给我接，纽伦堡宪兵司令部，看他们肯不肯去封车。你看我，嗯哼，不开飞机，有一年多没有吸烟了，还很注意饮食，这究竟为什么呢？谁知道？我感到很抱歉。对你不起。抱歉？为什么？为那本书。万一我们死了，那本书就给你盖棺论定了，可写的不真实。可写的也不太假呀，像我们的关系有真有假，过得去，不够好。嘿，抽支烟吧。嗯。哦，那太好了。把我想苦了。开飞机想的。还有，还有，还有那个也想。新戒指是假的。
是真的。这是狗身上的病菌，你看现在繁殖的快多了，好像是在突变，这表明现在还难说。不简单呐，你每一副牌都通了。我每一副牌都在搞鬼，可怎么看不出来？本事。车往哪儿开，麦克斯？波兰。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是啊，后面。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还会有很多人得重病。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你得帮兄弟我一把。这样不行，得找大夫。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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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手表。你累了，让我来抱。你要的地图。谢谢麦克斯。好说。列车员画的去波兰的路线图，他说有人开始感到身上冷，有的发烧。这狗接近昏迷了。纽伦堡方面同意了？还没有最后落实，上校。落实以后给我找斯科特上尉。个别谈。是。我换一张。好啊，吉尼。哎，你好吗？挺好。真的？嗯。啊，这孩子玩这个比我强，更有耐心。有人发病了，这节车改做病房，请大家让一让。怎么回事？让一让。哎，没事没事，一让。怎么回事？让一让。哎，没事没事，有几个旅客得了病，哎，没什么，只是用这儿做病房，请大家让一让。对不起，你是大夫？怎么？他
病势不轻。卡布莱，替我抱一下。身上冷吗？跟我走，跟我到那间纸箱去。什么病人？他不要紧，你守住他。好了好了，别哭了。看来不妙。哪里，姑娘，你看来叫我老头都动心了。对不起，我孩子饿了。给孩子弄点吃的。好的。必须制止任何擅自逃离火车的旅客，违者格杀勿论。再说一遍，格杀勿论。明白了，斯科特上尉。明白了，麦肯齐上校。宝贝，大夫，我就来。没事吧？你呢？没事。大夫，他病得厉害。你们两个跟我来。不要紧的。什么病？生的什么病？我看大概是轻微的食物中毒。你到底不会看病还是不会撒谎？请大家注意听，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传染，你们将在波兰亚诺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你们将在明天中午到达亚诺夫站。那天晚上，我妻子她身子紧贴着窗口。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现在负责车上医疗的枪伯伦大夫，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我是枪伯伦大夫。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请登记你们姓名，以便通知你们家属。以下各项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这是干嘛？一，他们这些人上来是干嘛？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
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三，火柴、香烟、打火机以及任何电器用品都必须上交。四，不要离开车厢，请大家协助，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我站不住。神父，神父，快帮我一把，别站在那儿。哦，对不起。快。哦。开那个窗。你们放开我！算了吧，我妻子怀孕了，她透不过气来。天主会帮助我们的，没事了，没事了，你们放心。Janathan，什么事？ Janathan， 这女人觉得胸口疼。我说，要打针，我对青霉素过敏。哦，放心放心，不是打针。瞧，娃娃都穿白衣服，看见了。你看，妈。你跟列车员说，把这个门锁上。吃药了，找大夫去吧。
干嘛？你就放了这位小姐，她有点神经错乱，算了。你做什么？这雪茄可不便宜。不能拿走，劳驾，我就这点东西，只要留下，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是我一辈子攒下来的。你们放手！你白挨了一枪，卡布兰先生。大概子弹没在里头啊。枪伤容易治，给我来，快。卡普兰先生，会还给你的。现在先去包扎吧。别把枪口冲着我，你要枪口朝下。你们别胡来，我这下能戒烟了。拿去吧。卡桑德拉大桥，离那地方不远有个隔离营。哦，原来这地名改了。大概那座桥现在没有了。我不去。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我不去。卡布兰先生，不不要，我不要去，不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卡布兰先生，别让他走开。好。我不能回去啊。不，求求你，不，求求你，不！对不起你，我不回去。金一峰，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来吧，我不要回去。我妻子，我孩子，卡桑德拉。大桥，卡桑德拉大桥。啊！我不回去，不，我不回去，求求你。
你看这图像，上校，这狗好像支持住了，有意思。上校，波兰政府送来的这些数据，那座桥的载重量。强布伦有没有来过报告？没有。斯科特上尉呢？也没有。我来处理吧。大桥，那表情什么？那卡普兰他脸上的表情不简单，你一下子把他制服了。没想到你还是个地道的好护士。没想到你像个乡村医生，那么体贴人。医生都得这样。有一个不这样。你去哪儿？反正走不远，会回来的。早点回来呀。一定回来。我们到哪儿了？波兰。还没到，小姐。到了我会告诉你。你过去经过过这座桥吗？常经过。48年以后，这条铁路线不通车了，没想到这桥还在。怎么讲？传说有位能主吉凶的卡桑德拉公主，这座桥就是根据她的名字起的。原先住在这桥附近的人认定这座桥要塌，所以都搬走了。你可别当真，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是大难不死，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对吗？我知道，不过你要知道了这些载重数据，你也会感到严重关切的。当然了，这我懂。好的，一定。大夫，大夫，你别傻了，大夫，他不成任由。我没病，你走开，走，你们都走开，走，你们走。多么倔的脾气呀、啊，在山上也这样。哎呀，他一定得了什么病。他是登山运动员。对，要不不会认识。那是在 Cortina 一家滑雪旅馆，他呢，跟另外几个人讲定了。要爬上一座有10000英尺高的悬崖峭壁。他征服了那山。对，还有我。把袖子卷起来，请把袖子卷起来。我看呢、啊、这针还是过会儿打吧。他不要紧吧，大夫？他不是个登山好汉吗？要不行再来通知我。这下放心了吧。这个卡桑德拉大桥你经过过吗？那桥真的会塌吗？原先住在桥下的人都搬走了，到战后那儿成了
放羊的地方。天命不可违，你懂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我回到亚诺夫，回集中营，我妻子，我孩子，他们都死在那儿。上帝也要我死在那儿。我懂，卡普兰先生，我非常同情。麦坎奇，麦坎奇上校，说吧，大夫。总共61个病人，有死亡吗？两个，一个年纪大了，两人都死于并发症，一个是哮喘，一个是心脏。值得庆幸的是，二等车还没有人得病，因此我建议暂时停车，让二等车和传染区脱钩隔离开。大夫，恐怕这个办不到。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二等车分开进行检疫。枪不了，这列车不能停，直达亚诺夫。麦肯基上校，不，你听我说，麦肯基，你不要多管大夫。那狗的病情好转了。你不信你就问他吧，乔纳森。我不信。国际卫生组织居然会存心要害死这车上的千把人，这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宗旨吗？那你问。凭灵感。我前不久的灵感不挺灵吗？钱伯伦大夫，什么事？刚才电话断了。再过4小时你们就到亚诺夫了，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的话。是的，有一件事。什么？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不安全。这条线从1948年就不通车了。不过大夫，铁路当局向我们保证，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敢住在桥底下了。那桥你经过过没有？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他们在这儿，要谈他吗？枪不伦大夫，你听我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2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这比坐班机还要来得安全。问题是我不坐班机。麦坎奇在骗人。谢谢你好意，神父，可他不信教。我也不信。有这种事？我们追捕这位先生已经不是1天2天了。你没看见他病了，可能快死了，也可能不死。看来我是不怕传染的。隔离期间我要把他扣押起来。他犯了什么罪？他是犯了走私罪，具体点说是贩毒。哦，天哪，你这人呢？你要不说出去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没事儿。罗比，你要开枪，车上的警卫就会要你的命。
那得先打死你，走吧。说我病了，要找大夫。哎，这个人病了，他要找大夫。不行。啊，你跟大夫说，德雷斯勒夫人要见他。别动，慢慢的把门拉开。不许动！说，你们这儿谁是头？是我。你叫他们放下枪。不说我就打死他。把枪放下。你自己。我赞赏你的决定。其实他这人没开枪的胆量。你不许说话。你把枪踢过来，你过那边去。现在，你叫这火车停下。这得麦肯齐上校下命令。听好了，伙计，我不管你听谁的，现在你听我的。我叫你停下这车，再派架直升飞机来，他跟我一起走。你要是捣鬼，我杀了他，明白吗？我没权利叫车停下。你有权利了。车上有43名警卫。那好，我先打死你，然后我一个个挨个打，直到有人肯叫这车停下。你打罗宾，打呀，啊，罗宾，打呀，打死他，一个个打，别忘了这个。打完了，还有40个，打呀，打呀，罗宾，一个不留，还等什么，罗宾？等什么？要打一只吗啡。哦，吗啡，这可太刺了。太刺？是没有胆子。想打死我，打吧，你打吧。开枪啊！开枪砸吧！你就开枪吧，开呀！开呀，你开枪啊！哎，开呀！开呀！把头靠！这枪是我丈夫造的，看起来真是物尽其用。把这人铐起来！不，不，不，叫他跟我走吧。不行，他还能跑了吗？带他走吧，宝贝儿。大夫，你看，他想吃了。完全可以肯定，上校，这狗的生命力恢复了。给枪兵们打电话，告诉他，这情况可能对他有用。说什么？告诉他，这条狗好像暂时好一些，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幻想，大夫，更不能让你的同事再想到要中途停车。你怎么那么怕中途停车？谢谢，老天显灵了。但愿多显点灵。这下好了。好喽。好点吗？
好点了，好多了。嗓子疼吗？嗯，有一点，不过不要紧，谢谢。啊，来，告诉我，你好了吗？好了，谢谢。好了，这是什么？都叫我赶上了，我就差去找神父了。找神父替你行葬礼？不，行婚礼。这个大概是你的吧，神父。我的朋友已经用完了。没人接，上校，那头没人接。斯科特干什么去了？是氧气，是氧气，是氧气起作用了。那些病菌都被高浓度的氧气消灭了。那些病菌不断的繁殖，而病毒性也在不断的减退。病菌是自己消耗掉自己。那狗放在氧气里，火车也充满了氧气，难怪车上只死了两个人。医院里那个人怎么死了？他也接氧气了？那是因为病菌通过伤口直接进入他血液的。懂了吗？车上的病人都会恢复的，快通知江姆伦大夫。江姆伦大夫，江姆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回话，江姆伦大夫，喂，喂。你要是听见了莱堪奇说的话，你就会对这桥感到不安了。大夫，我会上报你成绩的，现在你累了去休息吧。电话修好了吗？你没看见病人已经都恢复了吗？原因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过那桥了。现在我叫你把车停下来，哪怕只停一小时，让我仔细检查一下。还是我跟纳瓦鲁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没有权利。你又不是麦堪奇的机器人，这事关千把人的死活，也包括你的死活。你去打电话告诉那司机把车停下。我命令你立刻离开这儿。看样子你没谈成，靠他不行了。往后靠我们自己了。要想办法让车停下。会停的，到亚诺夫就停了。你看，我看完了。要喝酒吗？进来。在我车厢里要开个会，你来参加吗？开什么会，大夫？精神治疗法啊。要占领这车，要不就晚了。我不让你去，罗比。不，不，罗比，你别为了我勉强去。不是为了你，还不明白？我们在欧洲到处旅行，海关从不盘问，因为跟你在一起还有别的好处，这都不是为了你，不是？是警察，是警长。不管你是谁，你来帮我个小忙吧。好的，带上枪。Do something. Send a plane to warn them. Put flares on the track. 我想法叫他们停下来。用不着这样激动，大夫。也许他们能安全通过。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在行？
计算机也没算出这桥要塌。我的天，你当我在有意叫这些人送死？不不，你是在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更残酷。你有什么事，警长？叫车停下。你无权向这些人实行军事管制。说实在的，上尉，这车上只有国际执法官有权，那就是我。现在我命令你，叫车停下。枪怎么使法？一梭子二十发，这是自动枪。你答应过尽量不用暴力，万一他们开枪，我们总得还击。给我去餐车看看汤，要防他们从背后打过来。杰尼弗，跟他去。猫着要走。小姐，什么？把尼克莱带走，就说我说的，那边安全。哎，卡普兰先生，我们在那节车。我到餐车去了。依我看呢，你想去车头是闯不过去的。我不想闯过去，我找了登山运动员。啊，也许这样做符合天意，谁知道？叫大家到二等车去，快，大家快走，快快，不要拿行李，快走，快走吧。先生，我们都要撤走了。行了，好了，好了，拖我一把。有希望吗？大概快到车头了。你怎么回来了？不行，我过不去。你怎么会过不去呢？他们上车顶了。什么？你要是不信，你上去看看。卡塔琳娜，卡塔琳娜，卡塔琳娜，你在哪儿？他要大概去那边了。什么？都往后走，走。哈利，你过来。汤姆，你掩护我们。好嘞，去那儿守着。还是投降吧，大夫，我们斗不过他们。谁说斗不过？不给他们做饭。少说两句。麦克斯，还有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我们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每节车都能分开，大夫，不过电子挂钩是装在车底下，
就在厨房底下。我们从哪儿下去呢？干嘛？我想把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这应该有个出口啊。乔纳森，那前面的人呢？我考虑过前面的人，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只能这样。那他们死定了。孩子们呢？还有那女孩，她叫什么？别说了。卡特琳呢？别说了。可我要说。别说了。前面车人少分量轻，有可能过得了那桥，懂吗？这个烧什么的？煤气。煤气。铁罐的。铁罐呢？在这儿。啊，这儿。我出去会儿。不。不要紧，就回来。不。坐下。这是开关。记住这开关，丙烷重往下沉，碰到一点火星就会炸，懂吗？但也别把整列火车炸出轨。去找点废纸、纸盒、木片都行，再找台线做引火的，千万别忘了火柴、点火的东西。去吧，请你们等一等。我说，我可以爬到车头去，叫车停下来，我可以顺着车边窗上的铁盖子爬过去。这怎么行？也许行。哎，等一等。这个人我追了两个多月，他爬到车外头去就会跳车，一个人逃命啊，跳也是死，那他为个什么？好让别人活下去。哦，纳瓦罗，你真有把握吗？我试一试。纳瓦罗，不管你什么原因下了车，我都不管，你这案子就算结了，懂吗？我懂了。 Max 帮帮忙，快去找双网球鞋。 Tom 把你的鞋给我。哎，太好了。放心，你知道的，我要是没门，我不会干的。再见，卡特琳娜。向你报告，上校。那狗的病完全好了。好，你就出去遛遛狗。强伯伦大夫，你们已经死了四个了，你们不可能让车停下。好了吗？好了。枪不轮胎，冲过去！卡普兰，出去，快！保护靠，走！会。
进去吧。啊，纳瓦罗，没爬过去，你得快点。去把煤气开关拧开，再把大家都赶到二等车厢去，反正一个不留。你是不是想留在这儿？啊，你给我快走吧。卡德琳娜没过来，我丈夫也没过来。慢，走。汤，他受伤了，帮我抱他起来。你出来，大夫！你还是出来吧。那我扔催泪弹了。哈利，你有火柴吗？导火线点不着。给我火柴。卡普兰先生，卡普兰先生，卡普兰先生，到二等车去，快点去。来，姑娘，来，到我这儿来。
Stark 上校。是。把他马上发出去。恭喜你，上校，你如愿以偿了。也可能有幸存者，病毒还会传播。可能。你不是说氧气能治病，那就不用担心了。不过车里的氧气也同样会引起大爆炸。懂了。是啊，你这人是做好各种准备的。再见，上校。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这我同意。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它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了。这我理解，理解了。记住，你是大夫，非常高明的大夫，继续行医吧，你要珍惜自己。我是麦坎奇，出了一件事故，严重的事故，无人幸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什么？过奖了。我说上校，这城里你熟悉吗？拐角有家名馆子，那儿很清静。我请你喝杯酒去。
我是 Stuck， 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